看这一题，他说计算下列各式的值，我们看第一小题，叫户证的户，然后10除以2是等于。好，再我们看那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它是户72啊除以户8，户8，户户得正。72除以8，好，这个9872算是正解。再我们看呢第三小题，第三小题是10除以户2，啊，正户得户，户多少？10除以2，25得10。再我们看第四小题，户18。啊，除以户3，哦，户户得正，正多少？368，正6。再我们看呢第五小题，第五小题是户32除以户4，哦，户户得正，正多少？4832，正8。再我们看呢第六小题。好，第六小题，第六小题是0除以呢12，好，那正正得正了，啊，0除以12当然还是0。再我们看呢这个第七小题，好，0的话不能当成呢除数，但是它可以呢，当成那个被除数的，0除以呢这个户11。还是0，好，正户得户，户0，但是0是中性数了，所以户0跟正0事实上是一样的，也是等于正0，所以答案就写0，所以第七题呢是0。